没想到您一手这么好，那当然，我还有很多驻颜的秘方呢。真的？嗯，下次交给你啊。公主留步，待上阴风旗盛行后，伽罗罗再来谢过。带你觅得郎君，可一定要擒我哦。嗯，这个不需要了。 走了，嗯，圣女慢走。走。少女容貌如旧，可喜可贺。多亏三殿下引荐，伽罗罗在此谢过。圣女不用着急谢我，朝风。 有一事相求，再不老实，生吞你！ 啥？非要来？天天来！大厅忙的，要不咱过两天再来吧。一会儿人，坐下。这人看着挺饿呀，本公主终于有机会施展了地上所学了。没笑。
家伙的居所居然如此落魄，哪有一点想要成就霸业的样子啊？还有他刚才那个骂天骂地的脾气，那都是哪来的呀？吓死我了！别怕啊，一切按我计划行事。降妖人，那只是听闻了大王的威名，特地前来投靠的。你看，这是我给你带来的见面礼，喜不喜欢呀？不喜欢，走。是不够隆重，还是不够威风呀？我再去给您弄点来。我说不喜欢，走。也是，那做大王就是要让人闻风丧胆，才能制霸月窝村嘛。实不相瞒啊，小女子从小就有一个作恶煞的愿望。怎奈难觅一知音，直到今日才遇见大王您，简直就是相见恨晚呀！当时你我联手，就能制霸整个月窝村。哎，不，全天下都是大王您的，您想上哪儿就上哪儿，想烧谁就烧谁。烧，烧！哎，等着。火王旗。
好看吗？衣服。你试试。好。不对不对，要这样。好。这个什么？娘，哎，我和大哥哥去那边玩。啊，去吧，早点回来啊。大哥哥，我们走吧。做好了，送给你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其实很想和人接近。这么看来，他确实不是什么怪。我是火妖，我要来吃你们了。那他为什么不跟村民们说清楚呢？世人都说我是灾星，
我又何尝能和他们握手言和呢？他脾气火爆，又身带异火，自然会招惹来那些非议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嗯，如何？还是没有打探到其他绅士的消息。哎，那个火妖，火神君，怎么样？想到对付他的办法了吗？哎呀，这个拉木软硬不吃，你说浪费了我们多少精力，真想咬他一口。为了做那个饰品，手都扎了，有用吗？喂，你不愿意做就算了，没人强迫你啊。你别这么凶嘛，我这儿有药。都好了，没事，不用了。拿着吧。谢谢。祖，你怎么老护着他呀？也许是因为他长得太像阿彩了吧。阿彩这两个字对于少主来说，那就是去火神药。去火？有了。哎，上哪儿去了你？哎，他去哪儿？此打归墟一战，这朝风不仅掌握了兵马之权，还结交了巫师长相柳，这威望一天比一天高，叫人怎么不伤痕？干大事，切勿心浮气躁。有母后在呢，别乱了阵脚。禀王后，圣女求见。那个丑八怪来干嘛？又向旁人撒什么气？叫伽罗罗进来吧。是。别喝了。是。见过祖母。你的脸，妹妹，你的脸好了。祖母恕罪，伽罗罗未恢复容貌，擅自前往卓心殿向夜檀公主求药。夜檀？难道祖母不知夜檀公主和三殿下在卓心殿设了医馆？医馆？满朝权贵，就连巫师长都曾前往求药。我说朝风起事如此之快，原来以治病为名笼络人心呢。来人，传本宫号令，即刻捉拿朝风夜檀。是。自从我来了尘渊，就做了这么一件顺应本心的事。尘渊族人也都是有血有肉的，有的时候比神族的人更加洒脱可爱。无论是做天妃也好，做尘渊妃也罢，我不过都是沧海一粟，改变不了什么天下大事，还不如坚守一时一地，救每一个眼前之人来的实在。看来当初不拦着你行医是对的。多谢。哎，只是又把我给连累喽。如今还分你我呢。走吧。向来不让行医，这次夜檀公主闯大祸了。说的是啊，
朝风与叶檀擅自行医，罪证确凿，还请厉王发落二人。你又给本王整这一出，原本以为你已经改过自新，不再胡闹了，你又……厉王，朝风和叶檀此举并非只是破坏风气而已，医道乃神族蛊惑天下的鬼魅之术，他们替神族传道，罪同叛逆。以王后看，该如何处置？褫夺一切官职，幽禁终生。父王，母后所言，一切都是为了您和陈渊族着想。父王，我族金龟墟一败，伤亡众多，儿臣实在是不愿意见军中人才凋零，才出此下策。医术之道虽为天授，若能以彼之道立我之身，儿臣认为并无不妥，还请父王破除禁医令，准许公主行医。大胆！好你个能言善辩的朝风，依你所言，你们非但无过，反而还有功了。禁医令乃上古先祖所定，你说废就废，难道你想让你的父王忤逆先祖吗？医术之道确有奇效，在座的诸位，你们不是都亲眼见证过吗？还请诸位为了陈渊的声名大计着想，劝劝厉王跟王后吧。这帮老东西真靠不住。此次只是追究罪首，并不株连从犯。若是各位硬是要袒护朝风的话，就要怪本宫不顾同朝的情分了。厉王，妾身的头风就是叶檀公主妙手治好的，妾身可以作证。你们母子一丘之貉，岂能作数？伽罗罗，叶檀公主恢复伽罗罗容貌，恩同再造。你敢忤逆祖母？王后早已加入皇族，如今伽罗罗才是蛇族祖母。厉王，我蛇族愿替公主作保，请您废除禁医令。厉王，卢师长，你也。您知道臣受头风之症折磨千年，痛苦不堪。叶檀公主的药吗？确实好用的很啊。就是啊，确实我们也要用了。对呀，请厉王废除禁医令。请厉王废除禁医令。既然诸位认为医术有效，那便姑且一试吧。王英明。欠的，走，走，不走，烧你！赌一把吧。我知道，你不想害我，你也不想害别人，对不对？走。不如，我们一醉泯恩仇如何？不喝。这可是人族上好的佳酿，用的是特别好的高粱。你闻闻。
哎呀，真是好酒啊，太好喝了。你说说，这么好喝的酒没有酒友，这不可惜了吗？怎么样？你过来啊！哎，你过来嘛！你蹲着累不累？你是不是脚都麻了？过来呀！我这天光灵能隔火，为什么对我好不怕我？以你的本事，你要是想伤我，我还能在这跟你说话吗？你不过就是生来与众不同罢了，这种感受我经历过，我懂。村里人不懂。你放心，我会让村里人理解你。不用，他们恨我。拉姆啊，拉木，你有新名字了，火辣而醒目。从今以后啊，你就有朋友了，有青衡，有子吴，还有我，我们都是你的朋友。等你身上去了火，那些村民也都是你的朋友。过来呀，来。喝吧。子吴，你当真看到嫂嫂在辣木兄长的酒里下药了？我昨晚看到嫂嫂买了一坛酒，后来又往里倒了一包药粉，说是要给辣木兄长去去火。这个辣木嗜酒如命，凭咱葵葵的本事，肯定能收服他。哎，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，怕不是收服那么简单。要是成功了，我们就能除掉火药了，得赶紧告诉村长去。干。真想不到啊，咱们俩还能有在一起喝酒的那天。你比那个天天板着脸要做英雄的少点空心不知道要好了多少倍，因为你比他能喝。空心。你以后就知道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这次可不能再跑了，我可是好不容易找到你的呢。老木，村长，火药果然中毒了，我们趁机杀了他。对，走，插火药。我不过就是在那个酒里边放了点去火的药，我想着给你去去火，你信我，他们真不是我叫来的，你信我呀？哎，阿木，插火药啊！机不可失，打火药啊！打火药！别打了！畜生，别打了！快！都畜生！打死我呀！高人，妖怪中了毒，正是捉拿他的好时候。对呀，快点打住我吧！这妖怪道行颇深，若盲目用枪激怒了他怎么办？我劝。乡亲们还是再等一等吧，我们等不了了，等不了了，火药在我们拖一天，我们就受一天的罪。乡亲们，你们说对不对啊？我们不能等了，乡亲们，撤。
赔就是了。赔？赔得起？姑娘，你不是说笑话吧？火妖在我们村住了一年了，我们村的损失你知道吗？多少良田果树、水源、牲畜，你赔得起吗？难道你要做亏本的买卖？是啊，亏本又怎么了？是立契约还是写生死状，我都赔。村长，这个姑娘气宇不凡，不是非凡之人，他们若是真能赔咱们，咱们晚几日想要也不迟。就他们几个那样，好，高人，那我就信你一回。但我告诉你啊，如果我们村子受了这么大的损失没有赔偿，我们可就要另想降妖的办法了，对不对，乡亲们？对呀、啊，不赔偿我们可想办法了、哎。咱们相信他一回，走。走走走走走。走吧。自己还在神庙里边偷供果吃呢，赔偿人家整个村子的损失这种事儿你都敢答应，怎么着啊？你打家劫舍啊？你哪来那么多钱啊你啊？哎，有这玩意儿，这红光宝晶在，我敢做违法的事儿吗？哼，知道就行。可这世间哪有白给钱又不犯法的地方？哎，有啊，自己家呀。哎，你家我熟啊，我跟你去。不用，人太多了，我们分头行动就行。拉木，交给我，其他神使交给你们。嗯，也好，反正我们留下来也帮不上太多忙了，不如就让地兰爵和曼曼留下来照顾兄长和嫂嫂，我和子吴继续去寻找兄长的下落。嗯。奎儿宫中药田内长了杂草，定是这洒扫工人不识药材。场馆旨意，让医官场内药田检视。是。自清葵公主去了神族，陛下便时常来公主殿中睹物思人，以慰思念之情，真是令人感怀。陛下，时辰不早了，还是早些回宫歇息吧。也罢。回宫。地兰爵，你没事吧？哎，不是让你看着辣木吗？你怎么过来了？辣木有曼曼看着呢。再说了。这么多年做坏事，哪次你少得了我？啊，老规矩，你行动，我防守，以狼嚎为号。嗯嗯，去吧。对不住了。
你磨这么多木头做什么呀？做象棋啊。那上面是不是应该有字啊？象棋上该刻些什么字来着？大磨的真不错，这可是为父皇寿辰备的寿礼。谁要为他备寿礼啊？我就是自己坐着玩玩，你到底教不教吧？下月父皇来日西宫教我下棋时，你也一起来听吧。他见都不想见我，肯定不会答应的。叶檀，父皇，乖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自己不学无术也就罢了，还有影响你姐姐吗？不是他，是青葵要做的，是青葵请檀儿来帮忙的。葵儿真乖，想要学象棋，告诉父皇就完了吗？何必要在这上面浪费心思和时间呢？他肯定以为这些都是出自青葵之手吧？若知道是我做的，恐怕早都弃如敝履了。够了吧？够，够这个月的，还差前面十几个月呢。姑娘是这样，你听着啊，这火妖到我们这儿一年来啊，这好地毁了50多亩，还有上千棵的果树。你看一下啊。我是赔偿还是帮你重建这月窝村呢？赔偿是你自愿的呀，我们只是除妖啊。哎，就是啊。我们没想过你的钱财，姑娘，你要是不乐意，你直说，我们另请高明。哎，别，之前我赔，只要他待在这一天，他造成的损失我都赔偿，你不要再另请高明了。好吧。够了吧？好了。代价怎么那么高啊？您的坐骑神牛被青葵公主吃了。你说什么？特留下银月松柏枝一根，以弥补心中所愧，就当是本公主给你的赔偿吧。先前是我惹她生气，如今轮到我为她跑断腿，受尽冷眼。因果报应，出来混果然是要还。这医馆总算可以大大方方的开了，那还不是因为姐姐鼎力相助。现在尘渊的权贵都赶着来你这儿求药，到时可别忘了我。怎么会？谭大，大殿下。谭大，我一接到消息就赶过来了，真没想到你能让王后栽这么大一跟头，真是大快人心的。这些皮草是我特地打来给你道喜的。大哥，大哥，这皮子乃属生灵血肉，您怎么可以以一己之私害得生灵枉死？大哥须知，若无买卖，便无杀害。这皮子，您还是收回去吧。以往围猎的时候，我看就属你杀的最多。再说，这个是送给谭谭的，
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别去。大殿下，皮草确实是不妥之物，您还是先拿回去吧。啊，这，我的心意你可是明白？我喜欢你。嗯？大殿下，您说什么？我说我喜欢你。我喜欢你啊，喜欢你啊，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Ah.